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75公斤级世界冠军赛的后备战。这场比赛的胜者将顶替，一旦前面的比赛选手出现了伤病，不能再继续进行决赛，将由这场的胜者顶替。让我们有请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索特罗。In the blue corner from Brazil, introducing Diogo Sotero.23岁的 Diogo 来自巴西，身高1.85米，职业战绩8胜4负，两次 KO 对手是巴西圣保罗保利斯塔泰拳冠军赛的冠军。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stands 185 centimeters tall, age 23. His professional standing fight record: 8 wins, 4 losses, 2 times, 1 by knockout.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Brazil.Do corner azul, do Brasil, bem-vindo, Diogo Sotero. Yo, 请红方选手代表昆仑决搏击俱乐部出战的孙伟鹏。22岁，身高1.77米，职业战绩7胜3负，一次 KO 获胜。2012年山东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90公斤以上级的冠军。2013至2015年三届北京散打锦标赛的冠军。欢迎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孙伟鹏。75公斤级世界冠军赛的后备战。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迪奥哥，今年23岁，身高185公分。红方选手代表昆仑决俱乐部出战的孙伟鹏，今年22岁，身高177公分。有请场上裁判王全斌。Hello. Kickboxing rule: no head, no elbow, no pinch, no pinch.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昆仑决，我是现场解说昆仑决亚伟。各位好，在下张泰海，欢迎各位收看昆仑决。这是一场我们昆仑决2018年75公斤级世界冠军赛的后备战。有人 fight。两位，一位23岁，是来自巴西的迪奥哥，另外是22岁，中国的孙伟鹏。对，我们看孙伟鹏这个肌肉维度非常不错啊。哎呦，扫踢，力量也不错。后手拳挺准，第一下后手拳好像有效果。是。打准。哎，前手，有戏，后手拳。其实第一下后手拳的时候，迪奥哥就有点打晃。7,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对，迪奥哥要多转一转，不要把这个节奏给到孙伟鹏。你迪奥哥也没想到孙伟鹏冲那么快。对。好，前手又有中。哎呀，这一下对劈的时候。这下确实有打到啊，确实是确实是，但是迪奥哥觉得这不是一个中击，确实是打晕了，刚刚那一瞬间有眼神是往上翻。迪奥哥拼拳，注意。迪奥哥拼拳的时候头抬的还是稍微有点高，对，因为这个选手啊是双修，既练柔术又练泰拳，对，就是说一个地面他还有很多的精力是放在练地面柔术上，是的，所以说呢，这看来精力更加专注一些更好。对，孙伟鹏这后手拳很快啊，而且孙伟鹏本身身体的维度啊，整个的力量是不错。对，上半身我们看非常快，哎呦，高手上头，后手拳又有中，又有，
如果再有一次的话，这一局就直接终止比赛了。迪奥哥在换拳的时候啊，还是空啊。对，头部比较空。而且呢，他是反架，正好吃孙伟鹏的后手。啊，迪奥哥其实应该更聪明一点，先不要，现在避免跟孙伟鹏对拼啊。是。啊，现在迪奥哥对距离有点控制不太好了。对，其实就是不敢打进去了。对。哦，后手拳击服，哎呦！啊，刚刚这个前手平勾也有效果啊。啊，我们的场上裁判可能要口头警告一下，要减少搂抱。哦，迪奥哥的右眼角开了个口子。转身后蹲没有打中，哦呦，换了一个转身后蹲。这个迪奥哥整个节奏啊，一开局就被孙伟鹏打乱了。对，他可能没想到孙伟鹏上来就这么发力。对。然后呢，在后边的时候还是按照孙伟鹏的那种节奏跟人对拼，这就吃亏了，战术上有问题，没有及时变化。我跟你说，迪奥哥，如果你想把比赛就是尽量的控制好的时候，尽量的避免跟孙伟鹏这种对拼拳，尤其是拳。好，我们看刚刚这是第二个读秒。我们的裁判也要看一下迪奥哥的伤势，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对，问题不大，继续可以打。孙伟鹏把这个距离控制得非常好。第二局上来孙伟鹏没有那么的发力啊，现在为止对，控制，现在要找机会打中击了，对，也瞄准了。这个迪奥哥还是吃后手啊，是颈部啊太松了，对，抬得太高。现在孙伟鹏把整个两个人的距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控制得非常好。哦，这是一个射击重心。迪奥哥现在在气场上、心理上都没有优势啊。是。啊，有一个高扫。不太敢还击，应该还啊。对。接到对方那个扫之后，还一个动作。他现在不敢进入到孙伟鹏的这个中间的距离。对。好，到角落，哦，前手连续，你看又换拳，哎呦！其实一换拳啊，这个迪奥哥吃亏是特别明显。对。但是他这种精神我还是挺佩服啊，对，不怕，他的拳一直在持续的输出啊，是硬顶啊。迪奥哥的这个站立技术相对在单了，对，比较单一，拳腿组合也少，整个的技术储备啊，在站立方面我觉得还是太单调了。是的，你看他除了这个扫踢啊，现在运用的也不是特别多。对，在拳上呢，现在你跟孙伟鹏这么对拼又不占太大优势。后手前手有，还有连续打开，都是连续好几拳啊，都打在这个面门上。对，
对，迪奥哥哪怕是这种中扫多坐，对，也是对孙永鹏有一定的压力。对，你不要轻易让孙永鹏直接进入到这种中心距离。好，马上开始第三局。其实我们细看两个人在互拼的时候啊，迪奥哥有一些拳也是打到孙永鹏的，但是效果就没有孙永鹏打的他那么明显。对，这就跟身体类型啊有关系。对，包括肌肉维度都有关系了。力量，哎呦。好，漂亮拳手。哦，又是一个拳手。好，地扫迪奥哥，哎，有点变化还是好的。迪奥哥现在还是不太敢做动作。是的，应该多做动作。他其实想做变化，确实是他现在，很难达到孙永鹏这个中心距离。好，换后手两个人。迪奥哥第三局发力了，是，而且全腿都有了。对。也是啊，孙永鹏从我们的散打体系一直到自由搏击转型啊，才大概也就三个月时间。哦，漂亮，又是个前手。但是孙永鹏硬吃了对方一个中扫啊。对，是。哈哈，哎呀，迪奥哥还是很有意思啊。也确实，第三局这边孙永鹏在拳上还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啊。孙永鹏这时候其实体能也出了问题。对。很多动作做不出来。哦，后手拳。你看，其实本来可以跟进的。后手拳之后啊，可以再往里跟。对。现在反击有点慢，对，还是体能上出了问题了，对，就是好多动作做不出来了。还剩十秒钟。好，比赛结束。
本场比赛结果一号裁判 Judge No. 1 30-26 30-26 二号裁判 Judge No. 2 30-26 30-26 三号裁判30-27 30-27 四号裁判30-26 30-26五号裁判30-27 30-27 And the winner 比赛结果你们说了算啊红方胜有请颁奖嘉宾中华老字号朱府同义传人非遗传人中国童装饰艺术大师工艺美术大师杭州金星铜世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炳新先生为胜者颁奖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胜的选手。谢谢两位。好，我们用掌声祝贺孙伟鹏获得了一场优势的胜利。